又有一对粉丝问我该怎么打石头人，用什么好打点？熔岩巨兽墨菲特，这个英雄有很多的外号，像什么啊聪明的墨菲特，像什么混分巨兽。这个英雄想打过他的话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想杀他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了。Q 技能你减速，他加速，根本追不上他。W 和被动技能都能提升护甲和护盾，就根本打不死他。对线期间没事给你甩 Q 直接跑了，没事给你甩 Q 就直接跑了。你被甩生气了想打他，然后才发现根本追不上他，就跟他对线太折磨了，只能跟他对着和平发育，然后他发育到六级直接就打过来抓你，基本上对面打野来一次就得死一次，然后你历经千辛万险终于熬过了对线期，到了后期打团的时候你才发现他打团的作用还比你大，你说气不气？虽然石头人这个英雄很恶心，但是在联盟里有一位英雄就能做到完全吊打石头人，而且就算对面打野来了他也不怕。这个英雄有很强的恢复能力，他的 Q 技能附带范围击飞，并且 E 技能可以重置平 A， 而且他的大招还是可以变大，没错，他就是大魔子。 OK， 我们开始游戏进入教学，天赋带征服者，其他的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在玩剑魔之前啊，你要会一套基础连招，就是最基本的 Q1 W Q2 然后 Q3 炸一下，这套连招很简单，你开个训练营大概玩那么两分钟就会了。这个连招很基础，但是打个石头人的话已经够用了。还是一样，开局啥事不用干，哎，直奔二槽里，就往那里一蹲，哎，舒服。然后等小兵出来，剑魔打石头人的话，一级尽量不要打，他 Q 你让他 Q 无所谓，他一级的 Q 不疼，而且咱们有复仇之风，咱们的 Q 一直不要用，就留着等他过来吃兵的时候直接揍他。Q 二段打完就不要追了。这波换血表面是咱们亏了，实际上就是咱们亏了，但是不碍事啊，到了二级看他怎么打，他如果跟你打的话你就缺 W， 他不跟你打的话你就缺 E， 他不跟我打那我就缺 E 骚扰他一下。剑魔前期基本没有杀石头人能力，到了四级或者三级才有机会，前期稳住就可以，这个石头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前期是不会和你打的，他要和你打的话说明他是个傻子。 OK， 这个石头人跟我打说明他是个傻子。莫菲特，我操你妈！咱们死了，但是不碍事，他没闪了。然后继续回到现场，如果石头人敢当一面吃兵的话，再揍他。A 一下 ，Q 一起飞，然后 Q 二往前，继续跟着他 W 守住，等他过来了，直接 Q 三砸一下，扎他一下，然后再 A 一下。那么他这个血量已经到我们斩线了，可以秒啊！咱们把小兵推过去，然后咱们进塔，表面是爆破，实际上咱们是为了杀他。直接靠近点让他打斩，他打完直接 W 锁住 Q 一往后，然后出方向塔 Q 斩，再来一刀直接扎死，就很简单。为什么操作剑魔打石头人是真的好打？这波我出方向塔必须准备走了，但是对面大爷又来了，然后对面石头人长城过来了，这个时候不要慌，咱们直接瞬移动，哎，舒服了。然后回到了现场，说句实话，一个石头人在剑魔面前是不会吃兵的，他想过来吃兵的话直接揍他，直接 Q 一 W 锁住Q2 斜着放，扎一下再 Q3 砸一下，对面打野来了不要慌，先往后撤一下，先不要开大招，先等一下技能，魔小兵里面拉一下，技能快好了直接开大，被踹开了不要紧，继续追石头人，靠近点 Q1 砸一下，再扎一下 Q2 挂点火， Q3 不要放，继续 A 他，再一下直接死掉，打野过来直接 Q3， 他丢闪了先往后撤一下，直接 W 守住，他跑的话就不追了，反正这波已经赚了。然后咱们就回到现场，打野说要过来帮我抓一波，咱们直接 W 守住 Q1 往前，然后这时候直接开大跑啊，他跑了但是不碍事，他没大了，下波就可以杀了，咱们把小兵推过去，那么他这个血量已经到我们斩线了，可以秒了，等他过来直接 Q1 往后 W 守住，差不多了直接开大 Q2 甩他一下，扎一刀进技直接 Q1 砸死，就很简单，没什么操作。剑魔打石头人真的好打，而且剑魔打石头人有个好处，就是六级之后不怕打野，因为石头人伤害是很低的，如果对面打野伤害不是特别高就秒不掉你，然后你就能开大回上来，反正就是打不死你不影响发育。这里他直接开大了不要慌，对面中来了咱们先开大出塔，出塔之后先 W 守住，然后 Q1 扎一刀进气，然后 Q2 看到这个回血了吗，对面根本打不死，就他们没有伤害，这个时候在现场一直被我压制，一直不敢吃兵，他要吃兵我就揍他，所以说他发育的特别差。游戏来到13分钟，我们的装备是一把咳血加半个鞋子，这个时候在现场极其猥琐不敢吃兵，所以说他装备特别差，就穷的裤衩子都买不起，
这把就直接废了，就直接混也混不动啊。看到这里的帅逼就会说了，哎呀我实在不会玩剑魔怎么办呀，没关系，我这还有plan B。这英雄操作特别简单，没错，他就是我开头说到的大熊子。 OK， 我们再开始游戏，再进行教学，天赋带强攻，剩下的随便点就行了。说句实话，如果你跟神人对线的话，你不能只考虑单挑，你必须得选择一个能一扛二的英雄。狗熊打神人还是一样，石头人如果脑子没问题的话，一是不会和你打的，所以说咱们就吃兵稳到二级。这里快到二级了，但是他这个血量没到我们斩线该怎么办？那咱们就直接学 Q， 直接放一落雷 Q 闪开晕 ，A 一下中一，再一下，再一下。OK， 那他这个血量现在已经到我们斩线了，可以秒了。咱们把小兵推过去，过来了直接放一落雷。OK， 这波失误了，但是没事，先出塔，下波可以杀了。咱们绕过去，卡布斯也放 E， 中了啊，中了就血赚。学 W 了，靠近点，先 W 标记一下。那么他这个血量已经到我们斩线了，可以秒了。咱们等一下 WCD， 差不多了，直接拍晕 W 一口挂电后再一下，直接烧死。就真的没有操作，全是伤害。这里发育到六级，他这个血量已经到我们斩线了，可以秒了。咱们先把小兵吃了，然后进塔，等他过来吃炮车。他过来直接放 E。W 有一口 Q 追他，配晕直接开大，他闪现给躲了，对面大家也来了，这时候不要虚，咱们直接原地去世，这波我死了，但是不碍事，他没闪了，对面大家也过来抓我了一次，那我拿他一个蓝很合理吧？嗯，很合理。咱们继续回到现场，打石头人的话建议削两级 Q 或三级 Q， 不然追不上他，而且你直接当他面开 Q 追的话也追不上，所以说咱们进草里卡博视野，咱们等一下大 CD 可以杀了，大招好了，这 Q 要素追他，这样他反应不过来。开晕 W 一口 A 一下，继续追 A 一下 ，A 不到了，放一落雷，中一，靠近了 W 一口，再 A 他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再开大，他也开大了，但是不碍事，直接闪现 W 一口咬死，这个收入人出的好强啊，所以说特别脆。中路打团了，过来帮个忙，直接 Q 加速，放一落雷，一中了继续追他，这时候没技能了怎么办？咱们直接靠近点，直接放一个阿玛特亚斯，然后直接跑就行了，哎，舒服了。还好我技高一筹呀，刚回到现场就发现有人在偷峡谷，直接放一落雷 ，Q 开晕 ，W 一口，再 A 一下打出成功，继续追 A 就行了，打不过我 ，W 好了，直接 W 一口咬死，哎，让你抓我。中途度过了超长时间的发育期，狗熊这个英雄顺风起来一打二是没有问题的，石头人不论是出法强还是出肉，对狗熊都没有威胁。对面上野来了，不用怕，相互射一下，过来了，直接 W 一口 ，Q 开晕，直接大。他们俩都开大了，但是不碍事，直接靠近点 W 一口，他闪了怎么跟闪，再下直接死掉，剩下个石头人也跑不掉了，直接 Q 拍晕 W 一口，再一下，再下直接死掉，对面打野抓了我三次，对面石头人还打不过我，知道该买谁的吧兄弟们。那么看到这儿肯定又有人会说了，啊你怎么又玩你那个逼数字怪啊，你为什么又不用大虫打呀，你是不是又打不过呀？大虫子打石头人怎么说呢，不能说是好打吧，只能说是超级好打，天赋在同样时间推一下三点就行了。大虫子打石头人有好有坏，好处就是单挑的话是真的好打，坏处就是太容易被抓了，基本上对面打野来一次就得死一次。打石头人的话一学一，记住打石头人的话一级必须打，必须一级打他点血量，他有士兵的话直接可以炸他。我操！战斧三下直接跑，就是一级消耗二级杀，他还敢士兵的话这时候不要打，咱们等一下 ESD 和从人的 CD。在这假装士兵，从人快好了，直接往前靠，直接开始炸他。他跑了，继续追，继续炸他。咱们有神经速率，还有一的减速，他跑不掉，打到不能打的位置。这石头人肯定懵了，他满血，被咱两个一炸的快没血了。然后咱们上到了二级，他这个血量可以秒了，直接中 Q， 可以闪现炸他。他闪了，咱们继续追，再炸他一个点火烧死。这波有点失误，第一时间从人没好，不然可以省个点火了。不过不碍事，他死了就行。咱们继续回到现场，还是一样，对线的时候没事你就 W 吼他一下，先把他盾破了，六级前一套打不死必须消耗，然后差不多了就直接中 Q 可以炸他，张三亚直接跑，这波贪了不该最后一下的，对面小兵伤害太高了，怎么掉了很多血，但是不碍事，大虫子跟石头人对打主动权肯定是在大虫子手上，因为咱们的 Q 比石头人的 Q 长，这石头人很急就想 Q 咱，咱们一直给他保持距离，等 Q 好了直接中 Q 形成加速可以炸他，杀一下，杀一下，直接死掉，就非常简单，没什么操作。有大就好打多了。对线的时候没事你就中 Q，
QI 的白色 W 核桃一下，用他们的 W 和他 Q 对撞也不亏。他这个血量一到我们咱线了，可以秒了。等下 WCD， 出其不意直接中 Q，Q 到了 W 闪开一扎了，杰克大再一下直接死掉。这波还是有点失误，但是还是跟他杀了。然后还是一样，穿隐双之后就随便打了。然后咱们上线之后偷偷进草里去，然后嘿嘿，不爱。差不多了，直接中 Q， 有双 W 快沉默黑扎他，这扎黑给大家嘎死。这波成人又出 bug 了，但是不碍事，还是给他杀了。这个蛇人出的法强啊，追求特别脆。咱们这波我并没有回家，因为钱太少了。这个蛇人很浪，自己还不回家。那咱们直接中 Q， 女生盯住 W 快沉默黑扎他，一个大贼嘎死。蛇人如果不出的话，满血就可以秒了。这波有点可惜啊，大一锅放先锋了。他要不放的话，我可以多杀几次。他放先锋了，没办法了。最近经常有小伙伴跟我说啊，跟我说什么我大虫子天天把对面打爆，但是就是赢不了。那我今天教你怎么赢好吧。一般情况下，上单法虫分为四步才能赢游戏。第一步把对面上单打爆，然后把伊塔拆了，就和这把差不多。第二步打出优势，买个扫描直奔下路，然后在下路的草里面反蹲，让队友卖下把对面引过来，然后咱们在草里蹲着等对面过来。过来了，这一双天柱打对话沉默，可以加他一大截嘎死，继续追辅助，直接中 Q。神经碎加速可以加他，直接给他扎死。一般情况下，对面是料不到一个上单会来下路反蹲的，所以说这样做人的话成功率极高。当然了，前提是队友崩的不要太厉害，大虫子一个人是终结不了游戏的，所以说还是靠队友。如果你刚打出优势，然后看对面 ADC 啊18-0、13-0啊，那就别玩了，直接投就行了，那种局没必要坚持了。第三步就是不停打小规模团战，就逮着对面大电杀，你跟他一换一了也是稳赚，就必须带他节奏。法虫打5v5可能并不是很厉害，但是打3v3、2v2是很厉害的，因为他能顺秒一个。然后每次轮到刷了就赶紧叫队友过来，没事你无聊了就开扫描进他们野区，然后卡波视野当老六，反正就是能阴死一个是一个。阴死一个人快乐一整天不是开玩笑的，是真的快乐。然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队友就起来了，然后队友 CV 起来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带你赢了。当然了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你队友不是哨兵，队友是哨兵的话谁点就行了。这把队友玩的都不错，所以说这把也是成功拿下。喜欢的帅比点个关注吧。